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客人，谢谢你啊。是脚吗？是有点扭到了。真是可怜呐，小姑娘真了不起，把爷爷一直搀扶到这里来了，真厉害啊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们呢？怎么了，丸子啊？他是英雄出租车的。爷爷，他是英雄的那个叔叔。真的是英雄的那个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是在伊豆的乘客。这样就好了。真的对不起，还给我贴膏药。小事儿，小事儿，一直都装在急救箱里呢，能派上用场就好了嘛。不过真是没有想到啊，像这样再一次见到爷爷和小姑娘，真的很意外。请用吧。还准备了擦手巾，而且车里还放着好听的音乐，这里还准备了免费的糖果。您这是一点没变。是啊，见到两位真荣幸，还是那么有精神啊。哦，快看呐。不行，不要冲动啊。能够跟搭救过的客人再次相见，心里真的是很开心。搭救？什么搭救？不知道。这位老兄自说自话的把自己当成了救人的英雄。在静刚突然被他抱住，还上了他的车，我还以为他是坏人的。那个时候真的把我吓坏了。爷爷也觉得今天完蛋了。那个时候是你们自己擅自把银熊先生当成了犯罪分子。我跟两位还真是有缘分呢。能再见到银熊叔叔真的很开心，是吧，爷爷？小姑娘，你嘴可真甜呐。真是帮了大忙了。是啊，非常感谢您这么热心，受您照顾了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英雄叔叔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各位，拜拜。第二天，等一下，你们是？我们吗？不，穿背带的小姑娘，你是英家的孩子吧？我吗？是的，我有一点事情想要问问你，可以吗？我没干什么事吧，小鱼？小丸子，还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吗？难道是
我昨天晚上背着妈妈偷吃晚饭小菜的事情被发现了吗？还是我不经姐姐的同意随便翻开了她的漫画？不是不是的，警察是不会管这些事情的。有人说昨天在你们家门口看到了一辆出租车，是这样吗？出租车？啊，是的。那是银雄公司的出租车？是的，是他。啊，是吗？如果不抓紧的话。那个银雄公司的出租车出了什么事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真的非常感谢，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小心呢。好。警察先生在打听银雄出租车的下落。嗯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而且他还说了一句不抓紧的话。不抓紧的话？他是想说不抓紧预定的话就坐不了他的车了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上司，如果不抓紧的话，在犯人远走高飞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加快行动啊。是啊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把那个家伙给抓回来。是。爷爷，难道说那个警察叔叔问我那些话是要抓捕英雄叔叔吗？不会的。但警察叔叔说的跟电视剧里的上司一样。为什么要抓那么好的英雄先生呢？还有为什么要特意来跟我打听呢？那是他要抓捕那么热心善良的英雄叔叔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我相信英雄叔叔他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坏人。不抓紧的话，啊，对了，关子，你到底在找什么呀？啊，找到了！这是去伊豆的时候。我现在要去找英雄叔叔。哎，走了。等等，关子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用啦，爷爷。你脚上的伤还没有好呢，丸子。你机会碍手碍脚的，再见啦！碍手碍脚。孙女言如刀，说爷碍手又碍脚，置我于脑后，有藏受打击的内心诗句。怎么了？这个人你看见过吗？哦，是银雄出租车司机啊。可是我今天没看到他。哦，银雄先生啊，他可是到处跑来跑去，不是一直都待在这里的。这样啊，谢谢打扰你们了。嗨，宝贝儿。哦，你这是怎么了，花轮同学？啊，对了，这个人，银雄叔叔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银雄？是的，是银雄出租车的银雄叔叔。这个我不太清楚，秀大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恕我孤陋寡闻。是吗？帮不上什么忙，真的是很抱歉。这个人他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没什么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他什么都没做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英雄叔叔他到底上哪儿去了呀？难道不是吧？小姑娘，英雄叔叔他是个善良的人，虽然说他的名字银河熊都很吓人，就连脸也长成那个样子。那样是哪样啊？但是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所以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，抓错人了！求求你了！什么呀？这个，
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快点跑，快点跑啊，英雄叔叔！那个，难道说小姑娘，你是以为我被捕了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俩是朋友。朋友？你不知道，因为最近他一直都没露面，我也联系不上他。他妈妈一直很担心他，我就想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就是这样的。是我老妈太多心了。别说了，赶紧去联系他吧，阿姨正在等着你呢。我知道了。朋友啊，什么嘛？你不会这……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非常感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这事儿都怪我冒冒失失的。我非常感谢你呀、啊！小姑娘，你把我看作是好人，还袒护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之前忘了问你地址了，所以没有能寄给你，总算能给你了。谢谢你啊！现在是古典音乐时间。小丸子没想到这世界这么小，明白了英雄先生是个善良的人，小丸子也安心了。小丸子和甜甜同学一组。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等等，干嘛？甜甜，来，这是什么？发餐之前要把全班同学的桌子擦一遍，吃饭之前擦一下比较卫生啊。哼，我才不这么干呢，我要赶紧发完餐去吃我的饭了。不可以，不把桌子擦干净就不可以发餐。不过平时不是都没擦吗？你别乱规定好不好？我是不会擦的。我也不擦。我也不干。可恶，那英同学就我们两个来擦吧。不好了，这之后一个星期都要跟甜甜同学一起值班发餐，心情沉重。喂，英同学，请你不要聊天，认真的干活。好。今天我们进行接力比赛，现在开始组队，请站成四列。讨厌，又要接力，加油啊，鹰同学！甜甜同学，一定要赢他们。要是不好好游的话，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。预备！才会输的，真是的。甜甜同学的话说的也未免太重了。对了，小丸子，这个星期六你来我们家玩吗？我妈妈要做好吃的布丁。布丁？我去，我去。没办法，只有这件事能让我开心了。真辛苦，我一定要熬过这周。第二天。今天的班级大会是做强暴，大家要分组来进行。现在大家赶快上台来抽签分组吧。这次一定要保佑我不要跟甜甜同学一组。这个还是换一个吧，感觉这个很危险。这个也不要，好像也很危险的。
同学们都抽签完了，那接下来抽到第一组的同学是有又和芊芊同学分在一组。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哎呀，要做关于什么的事？什么都可以，随意点。我觉得做一个搞卫生的特级不错。搞卫生？有没有更有趣一点的事情呢？比如说大家一起做问卷调查，看看谁是大家最喜欢的搞笑艺人什么的。这是什么呀？还是搞卫生特级比较有实际用处啊？说的是没错了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行吧。妈妈，抹布是怎么缝制的？抹布？今天的班级大会说要做墙报，我和前天同学是一组，他提出搞卫生特级，而且还要我把缝抹布的方法写下来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来教你吧，你也来做做看。不用了啦，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。真是的，为什么我会接二连三的跟前天同学分一组啊？真受不了。哎呀，一连三次，这说明你们两个很有缘分哦。哇，拿过来一点，这个是抹布的缝制方法。那你把它写在磨造纸上吧，还要画图。哎，还要画图吗？为什么还要画图啊？有图更容易理解。我这边写的东西，你待会儿给这边也画上画吧。哎，喂，你得用一点鲜艳的颜色。喂，永泽，什么啊这是？不能写得详细一点吗？重写。喂，请你剪裁的时候小心一点。真是麻烦死了。小王子，现在还不回家？喂，芊芊同学，大家都回家了，我们也不做了吧？还没完全做出来呢，这样的话那只有明天中午再做了。明天还要做？明天我可是和小玉约好了要去他家玩的。那种事嘛，还是强暴比较重要。醉波同学，明天英同学就不能去玩了。喂，芊芊同学，都是因为大家懒懒散散才没有完成。明天要过来加班呢。什么嘛，一副了不起的样子。刚说什么？你要是这么想做的话，那你就一个人做出来好了。就是就是，搞卫生特级是你提出来的吧？就是啊。哼，我再也不配合你做了。过分，本来是必须要在下周一前完成的，我那么努力想要做好，你们大家要好好做才是啊。星期六，我走了。啊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甜甜同学家。今天班会的主题是制定这个月给花坛浇水的值班表。感觉啊，星期三呢？哈，我也是星期三啊，真的，在一起，太好了。那么接下来星期一的同学，星期二的同学，星期三的同学，太好了，前天同学在别的组。发餐的值班也结束了，现在我又跟小玉分在了一组，这周我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好好加油的。万伟同学，也就是说我跟英同学你们是一组的，我们是周三值日，没错吧？对了，英同学，你是最喜欢迟到的，所以我们早上7:30集合，没问题吧？你一定要加油哦！好不容易没有跟甜甜同学分在一组，却又跟万伟同学分在一组了。小丸子，接下来大家把上周做的墙报都贴在教室的后墙上吧。哇
你看，对，这边来一点。这个不错。喂，瞧瞧，贴歪了。只是。哦，这份墙报做的可真详细呀。因为有很多人不会认真打扫卫生，所以我想做一份关于搞卫生的墙报，让大家知道搞卫生的重要性。这份墙报里加了很多话，很容易懂，创意真不错呢。墙报上的话是殷同学画的。你们做的非常的认真，而且做的也非常的好。来吧，让我们大家为制作这幅墙报的同学鼓鼓掌吧。不管是发餐也好，游泳也好，墙报也好，甜甜同学都在竭尽全力，而我却是我小王子。什么？甜甜同学，那个，快说，有什么事啊？要不要一起回家啊？能够得到老师的表扬，真的是很开心呐。是。对不起。殷同学，你果然还是迟到了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。小丸子虽然想跟着丸尾也要好好的干，但他的脸部肌肉却在抽筋。姐姐的同班同学根岸哥哥长得不怎么样，却是一个为妹妹着想的好人。姐姐，你快跟人学学，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我已经忍受不下去了。下一集《淘小丸子》讲的是小丸子和六年级男生出门，和小丸子搬到爷爷房间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巴呀呀开塔布拉丘林库。I'm not.